你刨根问底有问题要问梅总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我们都知道李大哥呢，在台湾是家喻户晓的喜剧明星哈。其实，在内地你人气也很旺。哪里？而且呢，我们刨根问底还刨到一个消息，就是说，在当年拍那个《家有仙妻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那会儿您跟本山老师就有合作了。而且呢，听说本山老师去拍那个电视剧的时候，好像跟您还有点渊源，是吧？哦，是这样的，可能是不是新闻你们看到的是这样？他是这个样子，因为我们在台湾，我1990年呢，91年的时候，我们就装那个卫星了。哦，就卫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收到大陆中央四台。嗯，所以我每年春节晚会，我一定是看中央四台的这个春节晚会。嗯，中央四号频道的，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哇，我说这个喜剧演员演得非常好，啊，在台湾叫短剧，在大陆叫小品。哎，我说这个小品演员怎么演这么好？我就每年我都有看。一直到1997年的时候，我们拍第二部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那个制作人，台湾那个制作人对大陆不熟悉，嗯，就要介绍说，哎，因为我们有故事跟大陆有关系，所以就要我说觉得哪个演员比较好。我第一个我就想想，当然是赵本山，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推荐了赵本山。哇，谢谢李幼霖李大哥，谢谢李大哥，谢谢。下次再有戏的时候可以想着小弟啊，谢谢，不敢的。希望您多提携。好，谢谢谢谢。